到任何的动作就很帅。哇，请用意。哎，错边了啦，嘴巴啦，嘴巴啦。开心，就是自己终于走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很开心，今天可以跟我的前辈舒伟哥好好说话，先走之前。哈哈哈哈大前辈呢？哦，没有没有，前辈对，就是在这个重要的日子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我的喜悦。他很辛苦，他自己亲手写了大概300多份的这个祝福卡、小卡，每一张都不一样，每一张都。而且绝对不是抄袭的，他全部自己想出来，然后我只负责签名就好。哇！这种老婆哪里找？你看。哇！可以聊聊刚才结婚的是拜会父母的时候，听说好像很感动，谁有哭出来？其实是拜别啦，不是拜会。因为我们早上先交换誓词，然后其实，在交换誓词的时候，我们俩就不行了。对。对，然后再来又去拜别父母，那。然后看到爸爸妈妈跟静怡讲那些话，就很感动。其实爸爸跟妈妈也不是第一个嫁我了，我有一个妹妹已经嫁掉，但是他们还是很舍不得的原因，是因为其实我很小就离开家里面，就是在台北念书，然后读大学完之后直接就进来演艺圈，所以其实对爸爸妈妈来说，他其实很感动我可以嫁出去，因为他觉得。终于看到你要结婚了，长大了，很开心找到一个能够让你当成以后你的一辈子的后盾，所以我就把女儿交给你，我们两个以后就是要互相的体谅，互相的包容，这是一个家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我记得我小时候调皮到功课都没有写，对，都要上课了，前一个转角进去学校了，还没写功课，在你的车子跟车子中间那里写功课，然后叫你开慢一点，我说因为我功课还没写完，然后我们家里的小猫咪也很喜欢你们，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常常来陪我们。爸爸妈妈在这边啊，衷心的来祝福你们，希望你们彼此实现对彼此的承诺，好好的把自己的婚姻生活经营到最充实。在外面碰到任何的困难，家里永远是你们的避风港。最后是祝福你们两位能够比翼双飞，幸福美满。妈妈，谢谢你们把嘉玉的手交给我。会让你们失望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麻烦你们，哎，爸妈，我爱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我妈也爱你。就是爸爸，他其实很爱金，他一定很舍不得他的大女儿要嫁出去，但他愿意相信我，我觉得我真的，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。他只有跟我爸妈讲一句，就是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。不是因为等一下我还有致辞。我留一点在致辞里面讲，我不能全部一次讲完。好，明白。对对对对对，还有一些梗这样。那毕竟就是 Angie 里面其实有几位已经是人夫，他们有没有传递，就是传授你一些婚礼的一些小 tip？ 这个有啦，有传授，但是不好说。没有。那有传授当人夫的 tip？ 很爱之类。就是工作当中不要关静音，你知道吗？老婆手机来或是讯息你没看到要赶快回，因为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什么都听静音，无望保护鬼哈。